抱歉啊，申月，我想了很久啊，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你在哪儿？我那天给你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，过去的事情都是我的错。你别再背包袱了。不是你干嘛？不要再见面了。真的？别再见了。生活是要往前看的。 混蛋吧！啊，对，所以我连那通电话都不该打。过去的就过去了，别磨磨唧唧的。生活是要往前走，往前的视野才开阔。对你是这样，对我也一样，明白吗？ 刘薇来跟我说这些，对吗？对，所以见不见面都没有关系。
他了吗？送我去火车站吧。哎，你这想见又不见，你这何必呢？啊？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了，你必须帮我保密。哎，其实你可以把你爸爸接到省里来吗？我不能成为他的负担。同样的，我也不能成为你的。姐，说真的，换个角度讲，这是好事。我差一点儿就中了命运的棋，明白吗？我不能让我们就中了命运的棋。哎呀，你看小家伙嘴多甜啊！是啊，你多来一次，他就多一份熟。你不能老让他怕你，你说是吧？是，晨晨也得长大嘛。你挺好的。啊，我挺好的。哎呀，我就是担心你。你呀，你说我怕什么呢？你跟小薇啊，你们现在这种状态，我怕你们撑着撑着感情就撑淡了。你说是吧？我符合招工条件的呀，吃苦耐劳，我看过仓库，跑过车，这也是辛苦活吧？品行端正，品行端正，我这年纪是吧，也踏实了。哼，你是非得到我这儿来挑事儿是吧？我真不是。你那小饰品店不开了？让我老婆看着呗，那又不赚什么钱，还搭两个劳动力，不合算的。白皮，你到底什么用意？跟我说实话。我说实话吧，我是真的太喜欢孩子了，可是我结了婚，发现我有问题，生不了。你别误会啊，晨晨，你不让我接触我肯定不接触，所以你要让我来这儿能上班，我不能多点机会看到孩子吗？拜托，孩子满大街都是。我说这话你别生气啊，
晨晨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。同志，你来云锦有点频繁呢。休假对我来说真是个难题，除了云锦，我还真没想去的地方。云锦山好水好，可哪回也没见你踏踏实实的玩过呀。顾总忙，我也懒，没你作陪，我真没这精神头。你这事儿回头再说，你要是再敢提晨晨俩字，小心我废了你。回头再说，既然朱总对我意见那么大，那就算再忙我也得奉陪啊。你这干嘛呀？游山玩水，你我的车都不行，所以就钻他个服务的空子，在这里报修，他能免费提供你一辆车代用。SUV 哦。你跟老板关系好，问他借一辆不就完了吗？毁自己车干嘛？除了你，谁的人情我都不想欠。哪怕就这么一丁点儿。哎呀，小薇呀，哎呀，朱总，你看，云锦还真是个小地方哈。就是。来看车啊。我就是来看看，解馋。什么呀？那个这家伙现在是宝马发烧友，照这架势不买都不行了。眼光不错。啊。那你们先忙吧。明天晚上请你们俩吃饭，定下了啊。行，就定下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走吧，慢点啊。拜拜啊，小薇，拜拜，大哥。没油没风的压力就是好啊。你做什么梦啊你。跟沈宇成绩不错，等拿了学位之后就留在中文系。哎，别这么说啊，他本来就是给我们中文系培养的。其实我只是担心他现在的状态。哎呀，状态会好的嘛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忙呗。他父母来了就不走了，紧锣密鼓的再给他安排相亲。沈宇本来挺抵触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下就松口了。这一松口，爹妈就来劲了，但凡是男性，成批成批的往他跟前放。你好，我是金世杰，我来自美国，我是来相亲的。你好，我叫李小明，我来自河北，我是来相亲的。美女，我来自北京。这太没什么太长，这比我岁数还大。我还是觉得这个差。这就是中国式爹妈，永远在以爱的名义胡作非为。他们追求他们的完整，做子女的就只有妥协，没得可靠。我的特长就是喜欢打游戏。这孩子挺好。但辩证的说呀，这未必就不是件好事。从海选到 PK 就成了超级女生，频繁相亲没准就能选拔出个合适。
成家嘛，或许不该找最爱，而是要找最合适的。喂，又来？你终于来了！我们俩精力怎么那么旺盛啊？这不胃底吗？你不是老说我们乱点将找的人层次低吗？这一次你去看看，文化人，绝对文化人，而且层次啊，绝对比你高，是吧？真不行啊！你看你怎么就这样就来了？那个，啊，那行，那先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，看看吧，啊。去吧，牙哥，去看看看看，你去看看看看就知道了啊。哎，陈小姐，我有点赶，那个。上次在哪儿见过呀，陈小姐？看你，我们何止是见过呀！你想，人生这谋一面呢，得修得几世的缘分。文化人，听不懂啊？深奥，有文化。陈小姐，咱们俩不仅是见过，我肯定得跟你说，一定见过。令尊令堂把你的情况简单的跟我介绍了一下，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哦，见笑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我呢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前妻呢是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哎，你未必这样做啊。我前妻呢是贤良淑惠，母仪天下。哎，你也未必这样做。我前妻那个敬我容我骄纵我，哎，你更未必需要这样做。不是，我打断一下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那个您前妻这么优秀，您为什么要选择跟她离婚啊？不是啊，这也是本世纪最难的一个问题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也坚信人类作为性啊，这个性是这个超越自我这种极限的一个修行。他没有啊，他没有那样的体格啊。合着您找我来就是因为我体格好，是吧？嗯。啊，那个，你这几年的那个体检报告，令尊令堂的，都给了我复印件，从各个指标看，数据看，那是没问题的，身体肯定好。滚！吃蛋糕吧。不爱吃那水果是吧？你们不要管我了，你们活跃一下行不行？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不是，就是我们是为了……他们在后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不是，你们别管我了，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孙宇，哎，别，怎么了这是？老师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离了婚的女人就这么不值钱吗？需要给爸妈当猪肉卖，对吗？我受够了。
但是我们要是换一个角度想，你父母这样做哈，也，他们也是为了你好。你这么说不虚吗？劝劝你，我总得说两句冠冕的话吧。可以理解，你也算孤独使命。你怎么样？真的没事？其实吧，怎么说呢？那么来之不易的爱情，在婚姻面前还是不堪一击。最后连见一面的勇气都没有。让我再来一次，我敢吗？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觉得我是挺没有资格做你父亲的说客。我的那段从恋爱到结婚，就是一个办了个短期出国培训班的过程。比我悲伤多了，我就剩下眼泪了。但或许这是个悖论，也就是说，从失败到不敢再尝试的因果关系，我想是这样。或许尝试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。饺子没了，哎呀，来，阿姨，别忙了，吃吧。啊，以后到我们家啊，就把它当自己家，千万别客气，知道吗？哎，菜都是隔壁小饭馆的。讨厌，小薇。行行行，起码饺子是你做的。要是没有点小本事，可别让他笑话死我了。来来来，来快，别客气，来吃，来，来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晨晨，来吃饺子，来，来，拿碗盘。哎，来多吃点啊。小薇，来你也来一个，来。晨晨，怎么了？晨晨，别没礼貌啊！怎么了？不好吃？没有，挺好。啊，你好吃，你多吃点，来。来来来，别客气啊，别客气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往那个罐里头放肥皂粉，容易跟盐混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呢？哎呦，我怎么会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尝好了，你看多好啊，这样才像一家人，你说是吗？吃菜吧，你嘴一空着话就多。什么话多呀？你以为人家朱总平时闲着没事干，隔三差五的往咱家跑啊？人家是在追求你。没，真是休假。口是心非。
这是卧虎藏龙栏目又给我们找到的一位民间高手，他是云锦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仙宫分局的影协管员，但在绘画艺术上，按照市美协张怀元老师的讲法，就是绝对专业。华先生，您给我们讲一讲，作为一名城管，为什么对绘画艺术如此投入呢？华伟林，我们云锦的地方台。没关系，讲一讲嘛。嗯，我想是从小的爱好吧。看来华先生有点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作品吧。大姐，这不让摆摊。我老在这一块摆摊，没有谁说过不行啊。这你家新出了规定啊，这条路现在不让摆，你要做买卖的话就当市场。别逗了，去市场摆摊一天50块钱，我挣才挣多少啊？别为难我，这不是我说了算的。我就在这摆呢，怎么着吧，有本事打死我。明天不是我上班，你最好别来啊。我看了电视报道，才知道你在这儿。你是我们投地儿去了，我没想接受采访。那些话真挺棒的。那只是业余爱好。我可以感受得到，你没有忘掉自己。真好，我雇你好不好？别当协管了，专心搞创作。你别误会，是我们公司想要搞一个那个，你们叫什么？画室。没错，就是画室，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，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。何必要拒绝我呢？别当协管了，薪水也不是很高。我是城管分局协管员华伟林。
收到，请进。小吃街这有辆白色宝马违章停车，车牌号是浙B79142，司机也在，请派人到现场处理。马上派人去。40多公里，我来找你啊！我好心好意的过来找你，你就对我这副态度啊！行，你有种你，你举报我违章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本你们拿去，车你们拖走，我不要了！哎，别，您别这么大火啊！你就照常办理吧，我跟他置气呢，你别在这瞎掺和。我不是沈宇，我找不出半个理由能让你拿冷脸来对我。华伟林，我告诉你，你惹急我，你给我等着。假把式，有种来真的呀！你是真惊讶还是装惊讶呀？不是，咱俩结婚，是不可思议吧？这个，你敢说你没有一点点爱我吗？你是我学生啊，我们也是同事啊。一个正常男性把女人当闺蜜，多属无奈，而非出于普度众生的信念。不是，见我有事就掺和。逮我隐私就刨根儿，这种表现不是三八就是暗恋。对一个异性产生爱慕很正常啊，你怕什么呀？可你不爱我呀。不是啊，我表达错了，不，含义性错误。魏老师，我已经是个离婚的女人了，你对我还有什么可藏的呢？如果是因为面子，那你就当及时救人好了。沈玉啊，再来一次婚姻你也不敢吗？你说的，不再尝试，又怎么知道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呢？沈宇，你别在失忆的时候拿我当替代品。沈宇，我没事儿。我知道。我真的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啊！你口吐莲花，好不容易让我有了再婚的勇气，关键时刻你告诉我你纯属忽悠。文人误国这话总结的真是精辟，因为文人就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。不是，你可以羞辱我，但是你不能羞辱文人。放心，我没兴趣解剖文人。沈宇，你别赌气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别再装菩萨了，行吗？沈宇。沈宇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你还别挤兑我！不是谁装菩萨，什么叫我忽悠你啊？咱俩都是单身悲催，我忽悠你干什么呢？这突发事件，你总得给我一个短暂慌乱和恍惚的过程吧？这个很正常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屁嘴都没有！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好，结婚，我们就结婚。你都敢了，我凭什么不敢呢？我早就异想连篇，心怀鬼胎了。结婚，我们就结婚。
哎，方校长，我和沈宇决定痛定思痛，拨乱反正，花好月圆，再结连理，祝福我们吧。不允许，我就是不允许。沈宇，这是不理智的表现。轮得到你允许吗？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殉道式的受难出自于人们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。哎呀，这哪跟哪儿啊？这什么跟什么驴唇不对马嘴的事儿？哎呀，这乱了乱了，这不是全乱套了吗？还行吧，找个人就把分儿给铲了。你这叫不正之风。我就是气儿不顺，气不过。找个人扣我的本儿。200块钱不扣分，你能伤到我哪儿啊？我的车又停那儿了，接着举报啊，我等着呢。觉得自己很无聊吗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华伟林，别以为自个儿是个什么东西，别以为我巴巴的找到你是因为没了沈宇我就骚情，我只不过是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故人，同情心泛滥而已，一个处处失败的可怜虫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摆臭脸？也是临江水质最好的一段，我们可以钓鱼，我们可以用黄酒慢炖。我直到现在才觉得我的青春期是有多么的荒唐，曾经让我五迷三道的人回头再看就跟一个垃圾一样。我现在特别轻松，特别轻松的，因为我把过去看得透透的，彻彻底底的打包捆绑扔进垃圾桶里。别这么想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真别那么想，现在的一切都是过去的延续，割裂不动。